式去设置这些作品的点。那当然另外一个 I， 这个就特别像非凡，因为里面特别黑。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里面的一些，其实是我觉得非常漂亮的痕迹啦，就是这些柱子，其实晚上的时候如果没有设置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到的。就是两扇门啦，两扇推开中间，那其实这个在楼梯上的矮啊，就是大家如果拍照的话也有一个蛮有趣的。表弟这个点是很有趣的，因为你可以拍到错位的，就是你可以来表弟给大家看一下，拍到错位就是错位，你可以好像推开门的手如果放在他的前面的话，哦，来借位啊。